甲状腺吃什么药最有效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王毅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。甲状腺吃什么药最有效？普通的甲状腺是不需要吃药的。那么对于甲状腺疾病来说啊，如果是甲亢的话，我们国家能拿到的是两种药来治疗甲亢，还有呢就是一个丙硫氧吡啶。那么如果是甲减的话啊，甲减我们现在治疗呢比较好的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。我们国家还有就是肝甲状腺素片，这个肝甲状腺素片呢，它是一个混合的，从动物体内提出来的，不是特别好，对心脏的副作用比较大。现在整个的国际上呢，不主张用甲状腺素片，而主张用左旋甲状腺素片来治疗甲减。